艾琳同志啊，是我西南片区地下工作站的机要员。这个周振华啊，是随行保护人员。他们明天早上7点钟到香港，取一份重要情报，只待一天就走。你们要务必保护他们的安全。知道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 你别拦着我呀！别挡着呀！让开呀！不是夏琳，你给我让开！我在这儿呢。来了！哎呀！不让你在这儿呢！哎，夏琳，在这儿！累坏了吧？来，把东西给我。来，把东西给我。哎呀，你让开呀你！ 啊！喂，啊！我的幸福呢？是啊，来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我们走吧。请吧。 泄露了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 你干嘛？骗了我还不给钱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干什么？骗了我还不给我钱！干什么呀？这是！老板，你这你少点！老板，你这你好！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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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干
横住嘴！我说的是行动，对，不是行动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你是觉得你这个造型很帅吧？啊？你这个造型严重影响市容了，你知道不？李嘉诚，就这孩子？哎，是老大，就是他打我，还有他，说掏钱又不给，坏死了。哎呦，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？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不讲诚信的人呢。八嘎！你说什么？啊！你是日本人，就可以吃饭不给钱了是吧？你当我是空气呀？给我动好了！嘉诚，精神损失费，谢谢老大。手上电话。哎，哎呀，那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能轻易的就哭了呢？展馆，那边在打架。哎呦，嗨，不用这么着急嘛，我得一项一项的处理吧。刘二，哎哎，下一个，哎。哎呀，要相信啊，明天再等待呀，乖啊。闪开闪开，聚众闹事是吧？别动。九丫头。干嘛了？你要抓我是吗？不是不是，我。你这都干啥了？你没事吧？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是个误会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啊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这聚众闹事，你怎么不管呢？身为你什么你啊？你给我装屁驴子是吧？不是，宁探长，这是我的地头啊，不是我的地头上该我做主啊。你这是徇私枉法。这，有钱难买我乐意吧？我在我的地头上，我还不能管管这个事儿了？没有事啊。你指我，我怎么了？不是你能让你舅舅把我降了级了，还是怎么的？好，再见。不送。给我让开！什么人啊，这是？神勇。行了，都别看了。哎呦，我说探长，他们打我，他们打我，你得管管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还跟个丫头耍横？找到我今天的故事。行了行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走了。横住嘴，走。两位，实在对不起。我知道这种见面方式确实很不礼貌，可是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们的集团暗号被敌人知道了，
接你们两位的那个人，他是日本人，想必你们应该知道了。那你们是谁？我们是这次保护你们来港的行动小队，我叫齐中尉，这两位是我的队员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我叫刘向林。阿梅，哦，对不起。我在这儿啊，跟老板关系不错。我特意为艾琳同志，啊，还有周同志，订了两间阳光房。虽然临街，但不吵闹，环境很好。我还特意为艾琳同志订了开水。开水？旅馆不提供开水吗？啊，那个要看私交。哎，我们先进这个。啊啊。拐子，你开快点！这万一要是让阿梅先下了手，我可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得不偿失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我看那个周振华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哎呀，马振奎，停车！对了，我们的暗号怎么会泄露呢？不清楚。对了，你们在船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？没有啊，一切都很正常的。谢谢。对了，这里安全吗？这里是我们老的交通站，你们就放心吧，这里方便隐蔽还有撤退。来来来来来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来，艾琳同志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一剪梅梅菜扣肉。谢谢，我们刚才在船上吃过了。啊，艾琳，请。有空啊，我带你去周边吃一些特色。谢谢。哎，到了，你住这间。来，请进。哎，周先生，你住那边？你们，哎，这方便吗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怎么放起鞭炮了？啊，这儿啊有一个风俗。就是老人死了算喜丧。哦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到了晚上会放烟花。嗯，艾琳同志，晚上要是有空，我带你一起去看烟花。嗯，我住212。好，如果晚上没事儿，我一定去找你。谢谢。210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晚？没事儿。
哎哎哎，那不是你的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次的任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出码头，暗号就已经泄露了。我怀疑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所以在他们撤离之前，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。我怀疑是他们两个人里面有问题。你有什么根据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感觉，所以我想。所以你想调查一下是吗？嗯。我有必要跟你们强调一下，这次呢，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这两个人的安全。至于有没有内奸的问题，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。就是，他们两个不可能有问题，啊，至少我敢保证，那个女的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们谁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内奸啊？反正我没见过。好，那我就怀疑那个男的。好，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，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这个人的安全。夜里轮流值班，阿美你跟我一组，负责外围的监视。嗯。刘公子、蓝凤凰，你们两个负责外走廊。九岁红、拐子马，你们两个负责内走廊。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其他人呢？我是永远支持领导的。好，没有异议了，散会。众位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盯一会儿。不用了，你12点再过来吧。嗯。哎，阿梅。嗯。你认识周振华吗？不认识。你少骗我了，你看他的眼神根本就不对。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。你不会是被九岁红给传染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跟他一样？你昨天晚上有点心不在焉的，说说是怎么回事？我把周振华当成另一个人了，是恋人，曾经爱过，但是现在。中尉，你有过恋人吗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你爱他有多深？爱他有多深，我也不知道。是组织上介绍我们的，当时我们很聊得来。要是有一天他背叛了你，你会恨他吗？牺牲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去吧。
你要干什么去啊？上厕所。哦，厕所前面直走，右手边，我带你去吧。不用，谢谢。 什么？没看什么？哎，阿梅，你帮我看看我的妆花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挺好的。对不起呀。 吃相，吃你像的，到你了，白鲨，像白鲨，不对吧？我下集要讲速度啊，这刚才，到你了。 伯父，爸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一个是我闺女，一个是我未来的女婿，我往哪儿拐呀？哎呀，爸，我还没说要嫁给他呢。是吗？那我可把他撵出去了。哎呦，爸，你就放心你女儿嫁给一日本翻译官。别胡说。别。 将军，下士。将。哎，你，哎我，哎，行，重来，算我输了，算我输了啊！来来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 我们接到指令，他们就在211房间。我们的人已经在里面了，准备里外夹击。恒都君，这个你拿好，想办法交给美惠子吧。 你们几个跟我走。
要动。
我们的行踪，日本人怎么会知道？就是，不应该。这个联络点都有谁知道？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。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内奸？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猜测。哎，就是，艾琳同志也只是猜测而已嘛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换到这个房间，其他人跟我去211。艾琳同志，请放心，有我呢。周，各位，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敌人对我们目前的计划了如指掌。要我说呀，就一对一的盯着。这得听领导的统一部署。你这人太没有大局观念了。好，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重新布局。阿梅，你负责内走廊。嗯。蓝凤凰，你负责外走廊。嗯。拐子马负责大门口，我还在对面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原地待命。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间隙？应该不会吧。那就是咱们两个其中有一个。反正我不是。我也不是。睡觉。你辛苦，要不我来替替你。不用。好吧。哎，六公子。嗯。要不你先辛苦一会儿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一会儿回来替你。